用电脑登入听会议的方法。第一，我们到电脑，找到了彩虹球，然后把它点下去，点下去到这个九宫格点下去，然后呢，我们找 play 商店点下去，然后在这里呢打上 teens 这几个字，打好以后我们就按搜寻，按搜寻，然后找到这个图案 teens 的会议程式，然后我们就点安装，安装完毕以后它就会显示已安装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叉叉关掉，不要管它，然后我们到我们电脑的桌面上找到我们的 LINE， 然后呢点先天易经，然后往上滑找到了主讲师邀请的 Teams 会议这个程式，点下去，然后点开启会议，然后呢我们很有礼貌的打上我们的名字，让讲师知道我们是谁，到了这个会议这边，这样就算成功咯。好，我们就等候讲师的准入，就不需要什么动作。希望大家多多练习，祝大家礼拜天上课登入成功。